我在学，为什么我会选择学习月游村小之后去，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月游村小的谱，我就发现它的谱相对的比其他首曲子的谱还要来得短，而且没有很多的反复，根本没有反复，然后指法也都是非常简单，都没有什么像是九皇的桂子之类的这种较难的指法，都是大多都是双音，所以我就选择这首曲子。但是我弹到后面，我发现其实这首曲子不是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它虽然说指法不难，然后曲子也不长，但是它每一个音之间都要连在一起，会让我手很容易去打结，所以我自己是弹起来是非常困难，但是我应该是有克服了。好，我这首曲子它月游春晓，它跟其他曲子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音跟音就是都连得非常的紧密，然后其他曲子就是弹完这个音，然后可能就是有空格零点几秒，然后才换下一个音。所以就是这首曲它连得非常紧，所以就是让人觉得它非常的舒畅。对，谢谢大家。Thank you.